然后你看一码哈，啊，冲拳，冲冲冲冲冲，然后左右左右，慢慢一个一个，冲拳是配合协调一下，主要是练那个马脚板呢怎么转的滑动的，大腿啊。侧身嘛，啊，45度啊，这种要练好练出来。然后正身两拳，偏身一拳，正身两拳，偏身一拳，就是练偏身正身就对了。然后完全冲过去，完全冲，那个，完全冲了，对。完全转身，完全 一转身冲拳那个感觉出来，不要转完才冲，同时的感觉，慢慢慢都可以，很好了，现在转身了，然后发手正身马了，哎，啊，转身，发手，转正正，对，冲。发手抱拳啊，发手抱拳，一个是发手，一个是抱拳，抱拳，另外左手抱拳，抱拳，拳头好，发手，对，左，对，拳头抱拳的，对，好，冲，转身，前后转冲，深呼吸。啊，左右，左右，整身两拳的偏身一拳，注意力是在转马啊，体型转马，一。啊，转一啊，好，正身回来，连续冲拳，然后就收马了，对，深呼吸，安静。